宁菜市场新建的了，新宁菜市场新建的，哦，改建，改建已经做好了，哦，新宁下营菜市场新建的了，哦，改建以后变得这么好，很卫生，很舒服，感觉很好，水准很高，哦。哦，礼拜四晚上就有歌唱大会，礼拜四晚上七点半歌唱大会，礼拜五下午3点还是3点半，布袋戏啊，布袋戏。礼拜六、礼拜天绕境大典，礼拜五晚上7点半摸彩大放送。哦。